大家好，欢迎来到新城世界，我是老郭。来，最近一直没有拍个进度哈、最近太多新的任务了哈，还有旧的任务要补哈，但是进度还是要往上爬哈。梦幻城啊，510。这个510啊，是我已经抽到这个年度纪念的大奖了哈，所以我们要来调整一下。要上场的组合啊，当然最重要就是这一支啊。高桥烧晕，那我们来试一下，就是好，信长可以试看看啊，是吗？看还有谁可以试啊？好，先这样子好了。来，因为有的这个等级还不够高啦，所以我们还是先以这样的标准组合。打高桥，真理要不要？真理可以，其实可以拿掉，真理拿掉，梦幻马场上。好，这样子，好这样子，先这样子哈。就是来看看高桥究竟能不能取代这个。高桥啊，等级有点低哈，给他多一点。行啦，都送你啊，都送你。像这个上山啊，信长这个都还没起来啊，马场也还贴太多。来，先打第一场看看啊，看高桥有没有那么神啊。我们看一下高桥技能，忠勇的牙城。我们采用的是指示状态啊，好，指示状态，好，510啊，哈，500上去了哈，来，马场，然后高桥。哎呦，真停30秒，帅，全中，下半上，好，军雪峰奋战不懈旗，只拿到一只，好烂，没有用中勇的牙齿，中勇牙齿连拉。亚洲军学风，忠勇的牙神，帅啊！好，就让他忠勇牙神连发到底啊！你就是一个人站在桥头独自扛了啊！打了，帅啊！咬，好硬哦！咬447，再倒，
没全倒，他妈的，操啥呀？怎么没全倒啊？这样是创啥呀？创啥呀？创啥呀？有点乱。只要维持伊达的输出稳定的话，基本上他要抵挡的机会就不高。啊，就有一些交错斗的现象。断气了，断气了。十，帅，帅，好，还在治疗啊。这时候最怕这个六天雷神，他会有大型奥义。来了，看，马上就来了。哎呦，高桥还挡住哎，太厉害了！你打镇压。帅啊！镇压的一闪其实还是很有效用的哦，他这个可以把那个刀给搞掉，大法给搞掉。所以那时候判断就是说我缺一个很有效率的盾的哦，就是看还是其实有差的。哇，这个黄泉雾要先杀，这雾上光也真可怕。死人的啦！靠背啊，被逆转的啦！最后一次牙城，这麻子怎么断气断这么厉害？不行，这样断气断得太早了，重来，我还以为赢定了，我怎么断气断这么厉害啊？换一下，就换加成好了，换能月好了，所以到最后还是要一个金哦，但是上吃气吃得太厉害了。哎，没钱啊，好悲啊，怎么穷成这样子？居然被逆转了，太夸张了。不过你刚刚来看啊，
可能用冷夜会过，用冷夜会过。把马场拿掉，加成禁爱，来上。等一下，这个能月哈，上次我们看一下他那个技能，好，这样可以。刚刚是输出不够断气。牙城啊，牙城连发、啊，看输出就不一样了哈，看输出就不一样了。忠勇的牙城全搭，电踩一下，气少一半，被打。好，要再准备大法了，六天雷神。哎，没砍到，糟糕！再打，再走，要变早。刚刚的问题就是我的昌信好像动作提早，因为没打，哎呦，怪怪的哦，可能要压一下苗，要压一下苗，重来。来压一下秒，看看压一下秒，重来啊！因为那一天呢、发现哦、那个压秒的方式啊，好像是我误会了哈、我们来试看看他们。你想象中的好难。好啦，要压一下苗。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昌信啊，这里时间啊，自战斗开始，两秒以下，我。把行动对象，哇，这样试试看，这样试试看会不会慢一点啊？来，这样出手太快了。啊！天哪！我居然没带，哇塞了！变了，我居然没看能源。
没有卖你？上次有没有卖你？还是要等。我最怕的就是有点鬼啊，被逆转了。哎呀，那我知道，我知道问题在哪里、啊、我组错人了啦，我知道我组错人了，重来重来，大意的、啊，现在重放一下。组错人的了。我组错人的。来，重来。不能用雨声啊，不能用雨声，挡路，阳山好啦，怎么会跑的山好给忘记了呢？这样啦，然后再来就是说，要不要用这个能源的问题啊，那我们这一场改成不要用能源啊，我们用上山好了，用上山好了，雨声也不错了，其实用上山也可以，雨声是一样的气打的，我们用上山打看看啊，这样子，好，来，打。稍远，可能还有。好，中有牙齿一定要补上啊！哭都难有。是牙撑到底的啦，
闭上门天有一个优点啊，它就是可以洗掉对方的状态效果。然后你看啊、哦，上岸千信它有一个补血的动作，它就可以延长高桥昭运它支撑的时间啊。第一还是要想现实，不然这样不行。还有六天鬼，六天雷神，抓到一个，啊！刚没抖到，去，好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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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能源还是起来好了，真是见鬼了，见鬼了，怎么还差那么多啊，那么难打。刚问题是在哪里啊？刚问题是好像还是存在输出不足哦，在输出不足，那就是能源要上了，还是缺一个金呢、啊？啊，没关系啊，金等明年啊。阴劫。我们把这个上层拿掉。换上能月，好，来，四万三，应该两万六吧？是不是两万六？对，两万六。四万八，两万六。魔黑兽，哇！用法术打我的高桥，哎，有变聪明哦！啊！
盾打二，我要是懂得用法术，那就不得了了。不行，要能越不行，要能越不行，要能越不行。啊，卡死了啦，卡死了，电啦。好吧，那我们就只好出怪招了，只能出怪招，不然怎么办？来，上吧。我们人出怪招了，蒲一林啊，来，好的，上。天下梦幻，是这样，不知道说他会不会诱发大法。比照之前的魔王啊，就是如果你要梦天下梦幻的话，他有时候会发动第四的大法来作用，来反击。来看他会不会啊？红玉斩还好，那就不会了。忠勇的牙尘。六天雷神，砸掉，砍，帅啊！拿住吧，大要求有什么？难道先打死这一只吗？
上，倒在一半，还有机会，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啊！死光光，死光光了！不会跟我说坦克过吧？啊，不行不行不行！哇，这很拼啊！哎，这很拼呢，差一点点，什么鬼？不能用信长啊！哎呀，讨厌呢，为什么这样子断气？不能用信长啊！哎，无影的那么难打 啊， 啊！对哦，这只是好像是最难的，真麻烦哎、欸！不能用信众、啊，不能用信众、啊，谁啊？嗯，就把马场叫出来好了。因为刚刚一开始的组合是没有叫三号的，我们用神的号。没抖哎、欸，你们注意到？没抖。哎哎哎，为什么没拉住啊？为什么会没拉住？双眼牙齿他没发吗？这样就有点夸张了。六天回应该没懂啊，六天雷神啊，没懂啊，要吃大便的啦，好走了，狂犬无辜，你呀、啊。
拿压住了，压住了。倒了，乱咬人的，乱咬人的啦。好，来，听最后了，负面推荐，伊达坎，啊，别修罗架势啊，快啊，少了一只，剩两只，看谁打谁，魔黑兽，哎，咬我。没关系，躺着过，照样过。耶！躺着一样过，赢了。哎呀，真是血战啊！有那么难打吗？哎呀！血战在线，五一零啊！好，我们打一下这个梦民工啊，看一下民工在哪里啊？民工打个260。黑嘞，所以现在主要组合还是这样，就是这个高桥的强盾，当然他也没有到20，这个是目前要强化的地方。然后单攻手、群攻手、群攻手，还一个强化的，还一个斗的这样子。哇，盾死了，也没有想象中的硬。等一下，你要撑到第二个真田再走第二次，好，这样攻击手都还在，他只要一抖，好，全部都抖，好，那就大概就大概就没，好，这个状态来看大概就没，要么已经消掉一半，用同样的比例来算的话，同样比例来算的话。那建议就是我们主要的本身的攻击手以这个血量均衡为主要调整的目标，因为有可能要赌最后一刀，最后一刀如果是平均的话就有机会拼躺着过，
躺着过也是过啊，也没有说不行。啊，你看大概这样。盾的功能主要是让你撑到第二次增点全动了。好，这样我们是打，我们手工打就打血多的那一次。好，来过二六四，吃过，然后再来二六五啊。二六四，就以这个组合啊，还是要出去补个血。所以高桥还是有他的功用的，那主要是他那个等级太低啊，他二十，那要花一点时间吧。二六五，一样的啊，来开打，这是打第一支啊，然后高桥。啊，马场，维持中了牙神，刚开始忘记把三好拉进来了。三好是目前看来推楼的主攻手啊，然后他又可以维持我们这个气的状态啊，因为他有常驻他整只。那因为我设定的方式是以攻击为主啊，哦，不然的话你其实也可以把它穿插加那个。给气啊，或者是给这个，因为他古神嘛，给祝福啊，给招呼啊，或者是给唱这样。那如果当攻手的话，基本上就让他以攻为主了啦。哎呦，我们高潮居然撑住了。葡萄不死。肉雷，果然是肉雷，霸雷。哦，好强哦，好强的这种人，他这个盾听说是比较硬的盾。那个幸村，他这个甲州巨血风是有秒速啊，所以你可以一段时间就发一下。又懂了，那我们就看谁血多就打谁啊。好，藤少祈愿。其实以高桥来讲的话，他这个盾很硬哦。如果你的气有给他保住的话，有可能就不容易死。只要不挨到法，他只要不挨到法，物理的话，他大概就扛得住哦。那一滴血在扛住的。好。
来266哈，可以哦，266，我266这一只有点大发哦，这只可能要小心一点了，这只，好上。这几只其实打法都是一样的。打到这里就好，那你明天会太强了。哎，我看日本玩家在直播，一波都是两三个小时。30秒大概就是我们打两次，我们打两次，然后中间会隔一。好，然后再换我们走，再打两，就是说我们会有四轮攻击力，中间要挨一点，所以盾的功能就是把中间那一轮挡住。那刚刚这个所谓的行云流水这个东西哦，它就是把结界转成扛树，它本来是扛那个物理攻击，要修，哇，输出不大高。挨了，要输了，哎呦，难道有点变化哦？变两遍，因为我少了一个群攻手。啊！靠背啊，超级地位 HDC。要抓塞啊！啊，抓塞！单发，好单发，好单发，好，高桥啊，啊，群发抓塞了，倒了，啊，输了，那我要把那个三号换一下，奇人超级换一下。这一关可能需要群攻，哎，这一关看起来需要群攻，这一关可能要需要群攻手，来，我们来看一下哈，单攻手吧，就，这一关我们需要换一个群攻手，来换一下哈，对每种楼的打法哈，其实都是多少要调啦，哦，多少要调。那像有些楼的打法就变成要不要用盾就在你啊，像
刚刚讲的嘛，我们用这个高桥去扛，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高桥他是没有攻击力的、啊。那如果我们不用高桥，我们用道场平台，然后把七人拿掉，换上啊信长好了。信长只有一发不行，我们用余生。哦，这样就是群攻群攻群攻道场女啊，群攻啊、哦，这样子。那如果必要再把马场换成群攻，可以来，看一下这样子。用道长女儿的风行就是他没有办法全打倒，那你不可以让他一直打了，就变成说他大概打四五个，你就让他进入输出的条件，他比较有实际的效率。哦，一滴哦，对哟。然后我们的其他角色可能要挨个一两发这样子，砍，走，帅啊，走几个，雷神卫士没走。刚好炸下去，余生再炸，好，有人掉了，一打再砍，帅呀，好。欢迎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可以看到最新的影片。你可以赞助我们自媒体拍摄哦。然后这个是告诉我们这个玩家，你的组合啊，你要多应变啊，那尽可能每一个把它冲到20，突破就随缘了，突破就随缘了。哦，遇到困难不要说这个。同样的阵型一直打哈，有时候要评估啊，要调整哦。我相信如果能够打到这个楼层的话，你的身上的引当应该都有了，角色应该都比我，甚至比我更多。或者是如果你有氪一下金的哦，可以拿到什么金啊，或者是其他的角色。那当然打法百百种了哈，打法百百种。打法百百种啊，没有说一定这样才会过。那今天就到这里，好，大家可以多尝试啊。好，谢谢大家。